曾志乔十三日出席代言活动，找来王子当嘉宾站台。两个人身为好闺蜜，最近王子的恋情打得火热，大家当然也很好奇乔乔这边有没有新内幕啊？嗯，那你可能要问他了吧。所以我觉得他最近气色特别好，这样子。那是你说的。不错，他气色不赖，气色不错，口风真的很紧呢。而说到感情，乔乔也透露，最近自己的终身大事也开始被家人关注了。我也不会说不积极，但是就是不刻意，这不在我的人生清单。爸妈希望转台，阿妈转台，今年开始有一些舅婆啊什么就会突然来一句。我想要看你们结婚哦，不知道看不看得到。爸爸妈妈、阿妈、舅婆别着急，前阵子才出国的乔乔，为了想要有艳遇，也是有在努力啦。我去丹麦前有特地把头发再染深一点，他们可能就觉得是一个亚洲的大明星来了。很多人就夸我说：“哦，你来自哪里？你很漂亮啊！”大家对我们很礼貌啊，很帮忙。而且是真的很漂亮啊！对啊，是漂亮的大明星。干嘛这样子？就傻子一样。是，可能就是因为我长得很漂亮，不是这样回答。漂亮就漂亮，还需要客气吗？